大家好，我是阿 Bill。天气转凉了，给这个小家伙去买几件衣服先，因为长大了，好多衣服都穿不了了，然后那个鞋子也没有。去逛一下。哎呦，下雨喽！真的是小雨下大雨哦。喜欢吗？啊？那裤子也小了，像紧身裤一样。没事的，鞋子不用太多水了，一下子就换了。看到好多人了，是吧？你出来的不是时候，下雨了。再打雨点了，下雨了。嗯，我是喜欢红色的。那要么就那色颜色太相近了，这两种颜色差不多，要么就拿这套。你就喜欢这个猫了。试衣服，就是半年的是吧？对，可以。哎呀，可以，招财吗？哦，不得啦，又给你的，弄一个回去啊。招财哪里可以？招财的是吗？招财吗？好漂亮哦！哎呦，漂亮吗？嗯，漂亮，太厚了这个。这衣服还不喜欢戴帽子。哎，干嘛扔掉？打你了。去年这个时候再给你买出生的抱拳呢，今年一下子就要买大的衣服喽。为什么会指他？为什么会指呢？想去哪里就指哪里。哦，你的衣服在前面是吗？一边讲一个奶粉棒，一边哭，讲不出来。哦，往前面走呢。终于找到那种适合你的鞋子了。哎呀，终于找到这种鞋子了。软一点哦。因为它现在还不会走路。之前那种都硬硬的，买个软一点的，舒服一点。是美美鞋啊，就可以走路啦。走两步。还好没有在那里买那个硬的。软一点舒服。我天哪，刘小雨还没穿好呢，你就想想买？我想走路。来来来来。哎呦呦呦呦。嗯，可以跑了。好久了，不给了。嗯。试了新鞋子之后就想走路了是吧？每天再找一下。喜欢的东西都是累人的。要买一个那种。提着的背那种提着让他走的，给你提着走走走走走走。买个弟弟哦，买个弟弟回家哦。哦，你们要吗？这弟弟好可爱的，你看，买个弟弟回家给你哦。这个有点像印度阿三。买个弟弟回家哦。想要半跟他玩了，背一下就睡着了。你睡着了，我们就吃东西喽，不然你就啊啊叫。又来吃绿粉了。好吃啊。对，这个绿粉好吃不？你吃啥？我们江口没有的。红薯粉。逛累了，吃完粉，继续逛。这里面看的是挺漂亮的，但是我看到那个价格我就感觉不漂亮了，超过60的我感觉都不漂亮，我还是去网上买算了，男的衣服实在是太贵了，买不起是吗？太贵了。回去了，本来说给他买点那个秋装的，因为我们的后面的话还是会有一点，热一点啊，还会热一段时间。因为那个稻谷都还没收，重阳节都还没到啊。但是这里都是卖冬装的了，都是比较厚一点的，没有选到多少件，只能到网上去买的。现在是吗？回去了。
你去了啊、哦？那就回家了，好像没有适合你的衣服。买了一双装的。买了两双鞋包。本来说给你买一套美美衣啊，姑妈结婚的时候穿的，没有。一套粉色的，没有红色的。到网上买吧啊，回去了。